70天，他的梅花鹿能长出36斤的大鹿茸，他在鹿王大赛中一举夺魁。25年，他就为实现让鹿长出大鹿茸的梦想。一个外行成为鹿王，这中间到底要经历怎样的磨砺？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。各位好，欢迎您收看天天有奇事儿的科技院。今儿呢，想跟您说的是有关梅花鹿的事儿。吉林省长春市的段景玲得到了这么一个消息，说是会有一场全国性的鹿王大赛，所以就报名参了赛。虽然呢，这是从他1988年开始养鹿以后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比赛，但是他对于自己的鹿还是非常有信心的。鹿王大赛比的不是鹿，赛的是鹿头上的绒。到底谁能称王，就看谁有本事让鹿能够长出大鹿茸。6月正是鹿茸生长的旺盛期，在这个养着2000头梅花鹿的鹿场里，段景林对于自己的鹿很有信心，但是最看好的还是其中的一头。哎，你把小富招过来，要看大鹿。你刚他还没看着我，你过来。这里家伙，这家伙，你看这里头。这鹿头顶什么东西确实惊人，不仅硕大，长得还怪异，像是一丛粗壮的树杈。你看看，这多大个儿，脑袋都带不动了。今天我就把它赶下来参赛。鹿警惕性很强，听到动静都会挺直身体，竖起脖子。而这头鹿似乎更多时候是向前探着脖子，看来头上的分量已经不轻了，让它难以挺直脖子。这头梅花鹿的鹿茸枝杈多，形态也怪，所以叫做怪角茸，也叫多枝头鹿茸。这时怪角茸还在生长，大小能够分辨，轻重可不好估量。但是老段心中有数，估计它的重量已经超过了30斤。这家现在都有30多斤，对，一年比一年大。它这个，它今年都，今年这个鹿都9对了，还长这么多呢。9具是什么意思？就拉9次了，9个年头。从1岁开始，梅花鹿就可以取鹿茸了。一般在8岁前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鹿茸会一年比一年大。去年这头大怪角的重量就创了养殖场的记录，老段舍不得卖，还用冰柜保存着它们。你看这个，这一撇就15斤，你看这一撇，15斤。哟，这个确实很沉，又像石头一样。对，像石头似的。15斤的鹿茸还只是它的一只脚。你说这种大鹿茸在咱们这个中国的罕见。哦，这一对是吧？他俩30斤。那天哪，鹿要顶着这一个，我觉得他也够受罪的。你根本以后带不是，到后来时候的那个整给鹿整的都抬脑子都费劲。哦。有了这副30斤的大怪角做保底，看今年这头鹿的鹿茸长势还要猛一些。老段估摸怪角茸还会再破纪录。除了怪角茸，段景林的鹿场里更多的是长得并不怪的鹿茸，它们都是梅花鹿鹿茸的标准形态，分别叫做2杠茸和3叉茸。鹿茸萌生后逐渐伸长，先是在主干上分出一个侧枝，一个主干，一个侧枝，
这样的鹿茸叫二杠茸。当二杠茸的主干顶端被叫做嘴头的地方隐约的出现沟的时候，这时就是采收二杠茸的最佳时机。如果二杠茸没采收，再继续生长，主干上的嘴头的沟就会更深，分出第二个侧枝，这样的鹿茸叫三叉茸。二杠茸、三叉茸和怪角都是今年鹿王大赛梅花鹿评选的三个单项奖。段景林打算参加其中的二杠茸和怪角茸的两项角逐。不管是赛哪种，重量都是考评的一个重要指标。养了多年梅花鹿的段景林心里有数，他的鹿茸分量都够得上顶级了，而他的目标就是要当上鹿王。段景玲带去参加比赛的鹿茸，经过称重后，二杠茸是14.4斤，怪角茸是36斤。现在由我来宣布梅花鹿鹿茸冠军唐之四。段景玲如愿以偿，参赛的怪角茸拿了冠军，二杠茸拿回了个亚军。大赛当时就有人要花40000元买他这两副鹿茸，老段没卖，这都是他25年的心血。当个鹿王真的要花上25年吗？真的会有这么难吗？25年前，段景玲在长春市东升村分到了一块背靠大山的低洼地，种地不行，他就想着养些动物。东北地区有养殖梅花鹿的传统，梅花鹿鹿茸是名贵的中药材，有强筋骨、补气血和壮阳的功效。每年6月到8月，养鹿人都会在他们最有药效的时候采收下来，这时呢，全国各地的药材商也闻讯而来。啊，在江温州的福建江西，我们都是街面的加工。一天能收多少钱的呀？差不多一天好的10多万吧，有时候收个几十万块钱。天天有集市，不用出门，鲜鹿茸都能很快的完成交易集散。真材实货，老段于是打定主意要养鹿。就在四处买鹿的时候，他却听到了不少养殖户的抱怨。养鹿他们都长到2斤多茸，离二杠的时候，那你说能挣钱吗？所以就赔钱。你赔钱了，你肯定老百姓养不下去。不少养殖户抱怨，这梅花鹿啊养不下去了，因为长不出大鹿茸，赶上有的年景这鹿茸跌价，甚至鹿茸都卖不出一年的饲料钱，更别说赚钱了。这鹿茸不是应该一年比一年长得大吗？为啥又都说鹿茸长不起来了呢？吉林农业大学的几位专家告诉段景玲其中的原因。因为地方呢，它出现的好种鹿就是那一部分，一部分之后呢，很有可能导致它的一群的后代互相进行近亲来繁育了。在20世纪80-90年代，中国梅花鹿已经选育了双阳型梅花鹿、西风型梅花鹿、东风型梅花鹿、新凯湖型梅花鹿等几个地方优良品种了。这些品种鹿是按照地区命名的，以前呢都封闭在原有的地区饲养，小规模的养殖户没有实力去外地引进其他品种，都在近亲繁殖，这就导致了地方品种的退化，所以这鹿是一代比一代弱。长大鹿茸也不是没有办法，看到老段想养又有一定的资金实力，专家呢就给他提了一个建议。想要养好鹿，
你就要培育好呢先进的品种，让它产量呢产量高。你要不选一这个两种繁育，你不杂交品种，你的鹿的后移和鹿的产量达不到那么高。听了几位专家的建议后，段景玲是跑了吉林跑辽宁，最终呢才从四个鹿场精心挑选了四个不同品种的梅花鹿。在专家的帮助下，几个品种杂交后再选育，一代一代筛选加培养，20多年后终于有了能产大鹿茸的梅花鹿。这些鹿长得还很有特点，一水的四肢粗壮，眼大嘴也大，眼睛大的更机敏，嘴大的口壮吃得多。更明显的特点还是梅花鹿的脖子。它比较就是前肩比较宽，脖子比较粗，哎，我一眼就能有时候就能看出来。培育粗脖子的梅花鹿就是为了那副大鹿茸，牵一发就得动全身呐，身上的一个特征发生变化还需要很多的器官同步配合着。将来咱们带沙袋子的话走道就非常费劲了，那么如果鹿茸越大，如果这脖子要细的话它就顶不动了。咱们看那个杠杆的作用是吧，所以粗但是它就肌肉结实的话就容易把这个鹿茸就是长大。可也是现在鹿场里的梅花鹿头上鹿茸的分量都不轻了，最重的36斤，还有很多鹿头上都是10来斤。只有靠结实的脖子做支撑，吃料行动也才更自如一些。每年到了4月份，梅花鹿头上就冒出2个痘痘，2个月以后70多天，痘痘就能够变成了长长的鹿茸。鹿茸长得这么快，到底是干什么的呢？和很多动物头上的角一样，鹿茸就是鹿角，是身上的一个器官。但是鹿角只长在雄性鹿的头上，母鹿并不长角。梅花鹿公鹿为什么要长角呢？梅花鹿不是公的梅花鹿才有角吗？啊，对对对对，你知道梅花鹿公的有角啊？对。啊。那你知道为什么要长脚吗？不知道。那不长腿它怎么走路啊？长脚啊？不是那个脚，不是走路的那个脚，是那个头上那个脚。头上的脚啊，漂亮呗，好看啊，吸引雌性。为了好看，因为本来鹿身上都有那个比较好看，然后多了一只脚更好看了。我看他们有时候打架是吧？公鹿长角就是为了打架争配偶，到了9月份，快速长长变硬了的鹿角就成了最有力的武器。打断了都不要紧，每年它们都会脱落，还能再一次生长。据说生长的时候鹿角是软的，记者呢也就好奇想试着摸一摸。让它够，让它全够，哎，对，我摸一下。你可以啊。咋摸呀？就这样式，你就顺着毛摸一下，这样子可以。哦。对。嗯。哎，我摸着了。鹿茸软。哦，不软呀，很硬啊。嗯。它里边是软骨。嗯。说鹿茸的软，其实是里面还充满着血液，没有形成硬骨。这时候梅花鹿不会把鹿角当成武器，此时呢它是人们眼中贵重的中药，也是养殖户眼中最好的收入。但是超过75天，鹿茸开始变硬，也就不值钱了。现在是不敢顶。二更茸呢大概在45天左右收获，那么散菜茸呢在75天左右。一年里这70多天长茸期，帮点什么忙才能让它们头上的茸能够长大呢？
山林的雨说来就来，公路也不去凉棚里躲雨，就在雨里淋着。老段发现一个现象，赶上雨天鹿茸就明显见长。下雨天长得非常非常快，哎，用阳光照射以后，你一下雨它长得非常快。下雨天鹿茸长得快，说到底呀，是因为鹿喜欢潮湿清凉的环境，看到空气湿度大，能够促使鹿茸快长。老段就想了个主意，把鹿场南面的一块更洼的地上蓄满了水，形成了一个小型的水库。鹿场背靠着山，面临着水，小气候营造了梅花鹿长绒期最喜欢的温润环境。有了这样的环境，鹿茸真就比别人的长得快。段景陵的鹿场周围啊是山林，这林地是最适合梅花鹿生长的环境了。但是要放养那可不行，因为这梅花鹿野性强啊，很容易就跑丢了。老段呢，他是把梅花鹿圈养在山林下面了。那么既然是圈养，就需要咱们人去饲喂。可是为什么才能让梅花鹿的鹿茸长得快呢？鹿场周围的山林是老段的宝地，就在这片林地里，段景陵找到了好东西。老段说，只要吃上这一口，梅花鹿的鹿茸就能长得更快。这农村叫猫爪。这叶形挺像那个爪子、那个、对，就是什么咱们它刚一出的时候，咱人都能吃，都当山野菜吃，这叫蕨菜。蕨菜。这蕨菜一老的时候就这样式的。这种东西，这酸甲粘人可以吃，也特别好。酸，很酸。酸就酸。刚吃进去好像没有那感觉，一吃一嚼，山楂一样。对，酸甲一样。这个维 C， 所以这个就还维 C 蛋白。老段几乎认得这山里所有的野菜野草，每次走进这片林地，他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的从这里找到了科学。养一株品种，你得喂点科学东西。我养鹿这个地方呢，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，天时地利咱们都占，所以咱这鹿虽然养得这么好，也是与这个草分不开的。从养梅花鹿开始，老段就注意了饲料配方。鹿吃的精饲料都是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，玉米、麦麸、豆粕搭配了好几种，每次喂的量也都是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标准。可梅花鹿是草食动物，撑饱肚子还是要靠草。玉米秸秆因为有稳定的供应，又耐长期保存，一直都是养殖场最有保证的草料，也成了鹿一年四季必吃的草料。老段总觉着这粗饲料配得不够好。它是野生动物，它是石河林的生长，你把它圈养起来了，你就是圈的就是单一饲料，所以它的价值就少了。就是玉米、豆饼、麦麸子，包括秸秆，那么这些饲料里边呢，蛋白和那个能量应该是够的，但是一些矿物元素，比如说钙、磷，包括微量元素铜、铁、锌、锰，包括一些碘等等，这些微量元素它饲料里边是没有的，但是这些元素呢还是它机体所必须的，那么满足不了它身体需要的情况下，它鹿茸就长不好。树枝叶类的里边就含有很多是微量元素，也含有这些那个氨基酸等等这些物质，并且它的吸收率还要好一些。要让鹿茸能够长好，就得去给鹿找草。草地上放牧的牛羊都有爱吃和不爱吃的，梅花鹿到底爱吃哪样的草呢？鹿场周边的山林绵延着九座山，有天然林和人工林，树木都已经壮大，林下的野草也很茂密。这里很少有人来，但是却像个吸铁石一样把段景陵给吸引了。左看右找，就想找出梅花鹿最爱的那一口。我每样每样的我就都给他试验，猫爪子，这个左树叶了，有很多很多的，特别是那山里红，这个小树山叫山里红，是长山楂的那种吗？对，短山就有刺儿。
别扎手，他就不怕刺儿。苦、辣、酸，甚至带刺儿的，梅花鹿都照单全收了。别说山里红上的刺儿扎，更扎的他也收。就这个，这个什么？硬的。一般的动物不吃它，这个鹿呢就可以，你扔圈里头的时候，它头两口哐哐就吃两口，干叶就可以，就是搂着搁耙子一搂这个东西，这个松仁给它粉碎，粉碎会搁兑到料里边，防止鹿咬毛。吃松树针还能治病，这让老段觉着草的作用太大了。每次采回去一两种。野草树叶超过了100种，都让梅花鹿吃过了。没想到，真是印证了书上所说的，鹿能吃百草。虽然实验没有分辨出梅花鹿最爱的那一种，但神奇的是，吃了多种多样的草以后，梅花鹿很快有了变化。这鹿吃了以后吧。我就感觉这鹿茸也特别红，也长得还壮，鹿呢这生长还快。反复实验以后，老段也得出了一个结论：要让鹿茸长得快、长得好，靠的还真不是一种两种草，吃到越多的草才越好。鹿场周围恰好有山，山上植被恰好又这么好。这就像是天赐给梅花鹿的一个野外牧场，不用挑也不用选，打回来放到圈里，全成了梅花鹿的美餐。尤其到了长绒期，野外正是青草多的时候，百草的添加让鹿茸看着就壮实起来，几乎是每天一个样。一早，这鹿棚里就有了异常的动静。专家要去测量一下鹿茸的尺寸，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它的生长。他选了一头比较温顺的梅花鹿 A55。在15分钟后 ，A55放松了警惕。30，这回量的准，这边也是30。20啊，这个20。现在是下午5:40，我们看一看过了10个小时之后，这个 A55号梅花鹿它的鹿茸有没有什么变化？31，右边是31.5。哎，现在是24，维度已经涨到24。对，10个小时后，鹿茸已经长长了1厘米，长粗了4厘米。虽然这还不算老段鹿茸里长得最快的，但就是都在以这样的速度生长，老段养的公鹿产绒在重量上高出了平均水平的1倍多。现在它这个鹿的产量特别优秀，相当于超级种公鹿，所以这样以取鹿茸为主的这个梅花鹿，它这个鹿是相当相当优秀了。有了优良的鹿群，又抱回了大奖，获得了肯定，段景林养鹿的信心更足了。他现在的新目标是要再多养些母鹿，让母鹿能够多生些长出大鹿茸的梅花鹿。我要繁育母鹿，也是为咱们中国这个梅花鹿的繁育做出贡献，为老百姓也能做出来什么呢？这些养殖户啊，我能扶持他，让他们也去养鹿。10年磨一剑呐，段景玲在鹿王大赛中是一鸣惊人，背后呢是整整25年的探索。在农业中啊，要耐得住寂寞，要有执着的目标，就能够取得成绩。好了，如果你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，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其他联系方式获取。感谢您的关注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做爆竹的硫磺。做首饰的宝石，我这个找人买还花了10000多块钱呢，可贵了。他竟然统统拿来磨成粉用来喂猪，这是什么样的硫磺，又是什么样的宝石？这背后有着怎样的科学奥秘？
科技院下期讲述。